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的人》Podcast， 真欢喜，搁和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一礼拜身体小可各样，人拢未青春呢。你是搁安怎？哪会暑晒遐济？虾米哥？我讲有影不时拢有状况。都有影毋？你毋是破病，但是心情歹。规身躯盖上无一块着的安尼，这边是阁安怎啊？啊，都闪着啦，去便所跍落爬开就对啊。行一步疼一个，阁兼爱哀几落声，两步路爱做十步行，阁行袂了，实在真伤重。哎呦，有去予医生看无？有啦，毋过是闪着了，过几工啊才去，疼到连要出门嘛真困难。主要是卖改变姿势，就无啥要紧。若人要刷位，动作就爱真慢，无会听到哀哀叫安尼。你着较保重嘞啦，即卖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无那有在调伫遮主持，多谢你关心啦。无，咱先进入咱的主题，等下再豆豆讲。好哦，请走音乐。三狗阁挖转去交易者，甲三人讲：真实的临时有状况，免挂伊。咱拄则讲到倒位，即阵阿明的嘴皮伫三狗离开交易的时，已经互阿峰念甲红公公，知影袂当阁加讲话，点点拢无出声。阿龙就甲要去南岛拍歹人的代志，详细讲互三狗听。三狗哪听哪泡茶小请，阿龙嘛甲糯米丸仔摕出来做淡散。三狗食着介佮意，学了介得志，食着好米心花开，代志着好处理。佮问阿龙因爱去到倒位才有通买，阿峰应讲：红红酒楼已经有在试做试卖，凡说佮再来，嘛会吹煞到江都这边。三狗真欢喜，讲：我感觉三位要做的代志，皆有意义。船的代志，我会当到收听。我嘛有在做进出口的生意，南岛这条线若拍会通，凡事嘛有新的买卖通做。即马嘛要阿妈，咱换所在，暗顿互我请，咱阁继续讲。就安尼，四个人离开公司，三狗带头，无偌久就行到一间饭店。三狗直直行去柜台，掌柜的看到，随来招呼：“三狗等诶，欢迎欢迎，带人客来食饭吼。”“嘿，阮先去包厢，酒菜互你发落就好。”应讲：“无问题，随处理。”三狗就直接带阿龙因三个人去包厢坐，坐好坐了后无偌久，两个走倒的就入来包厢内款碗池倒小茶伺候，脚手抹抹阁有礼数，工课做煞就离开。阁过无偌久，酒菜就一出一出捧上桌，服务甲真周至。三狗笑笑讲：“我不是来交关。”是因的大主顾，因袂互我漏开啦。来，大家酒菜尽量用，卖细意。就安尼，四个人也讲要去南岛的代志，嘛话旅途心事的见闻，气氛正好。三狗讲要出海爱等两天，准是有，毋过要出海有真济里里扣扣的代志爱准备。叫阿龙三人先伫江都观光佚佗。阿峰讲：“既然爱伫江都加待两日，我伫路呢拍着一只鹿仔，角真水。毋知三高档个敢有熟悉个师傅，我想要刻一支鹿角粉吹。”三高应讲：“小可代志，明仔日就叫德哥带恁去。毋过
讲到风吹，我少年时球队的教练嘛不是教一支风吹啊，真怀念呢。阿峰啊，想到三高公司囥介济物搭含手套，心内想讲，敢会遐拄好？问三高，你较早拍啥物球？三高应讲，野球啊，阮迄阵比赛阁捌摕过头名咧。阿峰应讲，哎，阁有影遐拄好？你敢是清华？三高喘一条，你哪会知？阿峰应讲，我拄看到你，就感觉你熟悉面，熟悉面。不过你的穿插打扮，拢含少年时差伤济啊！头毛变一款，面阁加一起，我一时嘛无法度甲你甲清华斗起来。你敢知影我是谁？三狗甲乌银目镜拔落来，抓阿峰真真相，相一阵仔了，才开嘴问讲：“诶，你敢是铁哥？”阿峰应讲：“对，我就是铁哥。”唉，迄年热天，地沟叫我去球遐完美。你安怎有在调拍着？你敢知影我为着迄球练偌久？你实在有够牛！三高应讲，有着。哈？三高继续阁讲，就是你投球伤完美，球咧走的球路拢相像，最后迄球要决输赢，我约你会投你上有把握的球路。目达到位球的经过的所在，带来无出去，无去误去互我操着，这完全是运气，毋是我的实力。迄球的速度伤紧，我根本都看袂清楚。阿峰听到了后，无奈闷笑。想完美，煞颠倒败坏，命啦！毋过。阿峰心内累积真久的不甘愿，在这时却亲像杯仔内的冰角同款，样甲无影无迹。阿峰甲三狗因两个共故乡，阁拢有拍野球的经验，两人相认了后，讲话阁愈投机。四个人就安尼一直开讲到饭店要收啊，阁讲无啥会够开。不过，时间庄然就已经真晚，四个人才无解情愿安尼回去休困。过当天，迪亚真早就来客店等阿龙因，等甲阿龙因三人款好势，就带因四个去。好耍的、好食的、趣味的，逐项都有。行到倒位，都有一趴故事通听。佮讲甲真心实，根本都亲像普罗的导游。阿龙阿乐迪啊，敖讲话，嘴水真好。迪啊应讲，自细汉就伫鸡年头食，嘴水哪摆，较歹过哩。你讲的是笑笑啊，敢若伫讲别人的代志共款。阿龙雄雄煞毋知爱安怎应，转头咧咧继续行。还阁好，过无偌久，四个人又阁行到要停卡的所在，迪亚就继续小解这只的故事。这天一直到阿龙因三人耍甲忝啊，才回去客店休困。阁过当天，嘛同款是迪亚来带路交代。迄日关公要结束的时，迪亚吩咐三个人明仔载早起食饱就要出海。行李就先款好好势，伊早早就会来客店，带因去坐船。过当天，阿龙因三人真早就精神，行李款便便，早顿嘛食，坐伫客店大厅，伫等迪啊来带路。无偌久，迪啊嘛到位，
四个人就安尼对港口行去，行到江边，山猴甲水泉伯啊，已经伫船边伫等。船啊是木造方船，中板中板，毋是介大只。有一挂水手甲码头工人行出行入，伫款要上船的食物、用品、货物等等的物件，无用气茶。阿龙因四个人嘛，行去甲山猴徛坐顶开讲。小少问了后，山猴讲：“这位是水泉伯啊，恁之前捌见过面啊，伊是船长，恁有啥毋捌的，会当请教伊。”阿龙因三人行一条，本地拢掠准水泉伯啊是一个好心的老大人尔，无想到讲伊竟然是船长遮厉害的卡小。水泉伯啊开嘴讲：“阿红，你给我的粉丝袂歹食，内行的。我较等的，若有闲，嘛提我家己咧用的，分你食看卖咧。”讲煞，就先上船监督。阿龙因一阵人搁讲无偌久，工人已经无用煞。水泉伯啊，伫船顶话讲：“等下。”款好势啊！这时，三狗讲：“对啊，我出海的事，公司的代志，都互你烦恼、打牌，凡事都细致。”对啊，应好。三狗阁讲：“安尼各位，请上船，咱要出海啊！”讲煞，家己嘛上船。这时，阿龙三人共声讲：“诶，你嘛要去？”三狗大声笑，讲：“遮趣味的代志，我哪会当对无着恁？何况要开发新市场，我家己去上放心啦。”好，你敢知影迄闪着的第一天，我为一楼爬到三楼的房间有偌辛苦？是偌艰苦？我发现我根本就站袂住。阮某讲叫我坐伫楼梯一暗一暗刷，我就照伊讲的安尼，阁真正有效。毋过实在刷介慢，我着爱扭楼梯关，阁配合脚出力，硬扭才有才调刷一暗。这刷嘛是痛，是讲迄个痛阁忍袂住。毋过刷无几暗，着爱歇喘了较白，有时手无够力。就要把头靠在楼梯关，用颔棍仔斗出力，真辛苦。普通时要爬三楼拢无啥感觉，迄只亲像咧爬玉山安尼。真正有够食力。未煞咧，我安尼到三楼了后，看到门，我想想咧，我真正无才调去开房间门，佮叫阮某起来三楼开门，佮来我就开始爬去门床。哪会无叫恁某甲你擦起来？无多，痛到徛袂住，加徛加痛个尔。用白豆豆刷胃，较无遐食力。我阁开真济时间刷到床边，迄时看门床，同款袂输看到山安尼。闪着实在有够恐怖，敢若听你讲着感觉足痛。系啊，犹阁好，状况逐日拢有进步。即卖已经好到差不多啊！人实在拢唔通破病，身体过样时，随着感受到健康有偌要紧。嘿啦，身体爱顾啦！伫遮嘛，祝咱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好过日。咱今仔日的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各位朋友爱会记得哦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来空中再相会哦，拜拜。